他那个测序的最后保存了那个识别的结果，可以看一下。这是那个类，第一个最上面那个是类三，可以打开这个三文件夹看一下，是全部都是60的图片。然后是类五，中间那个是类五，打开类五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是类五的。然后这个货车是类八，最下面是类八，可以看到这很多，整体上就是这样的。